我每年给殡仪大赛做评委的时候，都会说同一句开场白。每个人都生活在死亡之中。有些人认为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而是生命的完成。但大部分人都拒绝谈论死亡，也不会预先立下遗嘱，或是提前签署不予急救同意书。这一切都源于对死亡的恐惧，但毫无准备的死亡会打乱所有计划，不再有机会向所爱之人表白心迹，也不会为亲人们留下只言片语。所以越早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，就越能让我们从容地做好准备。小六啊！陈奶奶，刚才在店里啊没看到你，估摸着你在家。我呀给你带点野菜，回头你给孩子们做一点拜火。哎呀，怎么还劳您先给我送过来了？我还说这两天去给您送点瓷笋呢。小廖啊，哎，我也知道你忙啊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我呢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点事想求你。哎呀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什么求不求的？你要是不嫌弃，还愿意把我当一家人，我当然没二话。这婚都定了，那不是一家人是什么呀？我们家庄杰做事不周全。我还怕他惹您生气呢，一直说想要给您赔个不是，又觉着没脸。小杰追求事也没毛病，就是我们家东子吧，一时舍不得，闹点小情绪，你们多担待啊。哎呀，这你别说麦冬了，我自己都被庄杰闪得够呛。我们家这孩子吧，因为腿不好，从小就有股倔劲儿，他想干什么，那天王老子都拦不住。也正因为这个个性，学习工作都没让我担过心。哎呀，东子也一样啊，平时啊跟个闷葫芦似的，可是大事儿上他心里有数啊。嗯，他特别嘱咐我，让我不要再多加干涉，所以今天我就私下来这么一回。东子心里肯定是有小姐的，能不能
让小杰委屈点，勤着跟东子联系，这才见不着面，不就冷了？您放心，我闺女是个认死理的人，那看除了麦冬，她没对谁这样过。那妥了，咱们就不再为他们的事上火了。是，这俩孩子，咱们操什么心都是多余的。好，来，我给你帮忙。好，我今天中午就给他们炒了。姐，大后方全是你的盟友，你就放心大胆向东哥发起总攻就行。姐，我也听你号令，指哪儿打哪儿。张杰，跟大家讲讲细节吧。好，王总来了。今天谢谢大家啊！项目书刚才大家都看过了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在座各位都是医疗业的最顶尖的技术人才，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：打造国产的高端医疗器械，是提供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、促进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。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上下游产业链不协同，虽然各个机构都致力于产品的研发，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合力。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平台，为了就是建设一支涵盖材料、医学、机械工程等多学科交叉互补的团队，并且我们会在这个领域内长期深耕，真正实现国产医械品牌的腾飞。这真是太好了。我们之前做销售的时候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轻言放弃，现在自己创业了，更会初心不改。欢迎大家未来加入我们，人才越多我们就离目标越近。谢谢大家今天欢迎我，想跟你们合作一下。太好了，这是我们公司的。您叫我小庄就好了。王西夏，公司才刚上轨道，你就要跟我分道扬镳，我不同意。哎呦，庄姐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这搬个家挺累的，你总在那痴缠着我干。那就别搬，大好年华的女青年就应该跟女青年住在一起，没事结什么婚？那当初是谁非要死活撮合我们俩的呀？好了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哎，王西夏，要不咱仨一块住吧，我交伙食费。不行，我计划是三年傍俩呢，你可别耽误我事儿。我原来也这计划，有什么用呢？别说娃了，男人都没有。这才刚分开多久呀，就没斗志了？我斗志爆棚。哎，关键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。哎，陈麦冬可真是个狠人啊，天天让我唱独角戏。哎，庄姐，第三者，你别说话。干嘛扶我老公？我这什么命啊！你天天上班累成狗，下班了还要被你们两口子土狗。好，咱不气他了啊。庄姐，我是想将功赎罪，跟你透露点消息。说。我听说咱南平啊，已经正式向省里提交了医疗旅游先行区的规划方案。我不明白，这跟你赎罪有什么关系？真的假的呀？咱们南平这么芝麻大点的地方，真能成为先行区的试点啊？这是大事儿啊！还是我老婆敏锐，咱南平啊，这几年在省里旅游那是挂了号，何况试点呢？贵在小而美，所以从下周开始啊，镇里就已经召集人开始出主意了。你就没点想法？崔哥，我原谅你的一切，我现在就回南平落实这事儿。哎，不是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咱别走那么极端好不好啊？你说这政府层面这么大的事儿了，你现在能落实什么呀？重在参与，你懂不懂啊？那之前我帮姚公村卖山药的时候，不就是先干后学的吗？只要我们能挤进第一批的专业队伍里面，镇里一定会让我们出力的。这几个月我就一直在绞尽脑汁的想，怎么才能撬动陈麦冬这颗地球？崔哥就给我这个支点了。但是如果南平和我之间长出一座桥，我们两个之间就有解了呀！我看见我们庄姐的能耐了吧？嗯，都说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但是若发现蛋上有缝了第一只苍蝇，肯定得是他。王西夏，你这说话水平不行啊，那不如你老公。哎，怎么应该叫我领头羊？什么苍蝇？我不是泼你冷水啊，庄姐，你跟陈麦冬这事儿呢，真得慢慢来，他可不是那么好盯的蛋。你真以为我这几个月没有布局吗？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嘿，他这个蛋呀，好多人帮我盯着呢。东哥，没打扰到你吧？没有，正好需要个新模特，不是都快放暑假了吗？怎么这会儿回来了？惦记家里呗，趁周末回来看看。先说好，替你姐我就走。我哪有空关心你俩的事儿？我跟我妈还僵着呢。别。说说吧，怎么又跟你妈吵架了？东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怪人？不会啊，你挺好的。也就你这么说吧，我妈就不这么想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怪，我妈总说是我投胎的时候，我和我姐的性别搞反。错了，不小心提到我姐。还提？东哥，这也太敏感了。是你们一家人太有手段，何袅袅各种理由找我，变着花样给我洗脑。东哥，我都说了，我来找你是有我自己的烦恼，我哪有空关心你跟庄姐呀？别自作多情去。行，我的错，你说吧。其实吧，我上学期交了个女朋友，网上认识的，姓季，跟谁都没说。难怪三蛾子也姓季。然后呢？可这女朋友一交吧，我才发现，我好像不喜欢这女的。这事儿你跟你姐说了吗？你不是不让我提我姐吗？所以，你就因为这事儿跟你妈吵架？这还不是大事儿啊！我那天在电话里跟她说这事儿，她那个脾气直接炸了，总不听人把话说完。其实我后半句是想说的，我是跟女生谈不好恋爱，可是我也没有放弃努力呀。我只是特别困惑，我怎么哪哪都跟别人不一样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不妥，你自己都没弄明白的事儿，你干嘛一股脑灌输给你妈呀？东哥，你说人这一辈子看清自己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啊？你问我，我这还一笔糊涂账呢。但我知道啊，两代人的认知天差地别，千万别搞精神对立那一套。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家人。东哥，那我姐算你家人？你是不是也该对她多点信心啊？你们这家人啊，绝了。东哥，你还怪我跟咱妈多说了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跟我姐要是好好的，我能先不跟她说这事儿？都怪你不搭理我姐，她生不如死，都没空关心我跟何袅袅了。所以归根结底，问题在你。你跟我姐好好的，我就不会疯，我不疯，我妈也不会疯。所以你这两天能不能抽空去趟咱家，哄哄咱妈？来，东哥，我看你也没比我活明白多少。我明天回学校，你得送我去车站。东哥，别忘了。谢了，东哥。别客套，把心思放在学业上，少气你们。东哥，你对我姐的制裁到底什么时候结束？这是我俩的事儿。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。那怎么能只是你俩的事儿呢？那我也跟着难受啊。庄严，我知道你心思单纯，这事儿我心里有数。哎，姐，这么巧？庄，好巧啊！
陈麦冬，陈麦冬，你想我了没？超级超级想你。喂，师傅，帮我查一下性骚扰怎么立案，待会儿告诉我。啊？恶心。陈麦冬，不开玩笑了，你之前跟我说让我回上海想清楚，我真的每一天都在努力的想。我这次回来是听说镇里要搞一个医疗旅游先行区，这和我的创业计划是完全一致的，也不知道镇上哪位有识之士这么有前瞻性啊，这事按理说应该由我牵头才是哈。陈麦冬，陈麦冬，镇长，苏总，先行区的事儿，我确实是大外行，在刺猬的引荐下认识了苏总，但是这么快能达成合作意向，想必是镇长和巫姨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功臣。我刚查了，性骚扰好像打110就行。西伦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姐，怎么是你在车上啊？嗯，我来，叫辆车，送他回家。那姐，我西伦不用，你去忙。我今天没事儿，陈麦冬几点下班，我就等到几点。气这么久，算什么男人？你跟我打一架也行啊，现在这样算什么？可是我也道歉了呀，至于这么没完没了的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说话呀！哎呀，我是觉得吧，人家麦冬不搭理你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你还是好好反省反省。妈，你哪头的？妹，你怎么也不说句话？我没什么可说的呀，反正东哥每次见我都好好的，那天还给我买文具呢，但就是绝口不提。个叛徒，你们一个个都看热闹似的，倒是帮我出出主意啊，你或者透露点有用信息也行啊。怎么说呢，我确实觉得东哥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怎么说？他穿衣风格变了。不信你问咱妈。有点意思。还好吧，我今天看见他穿的还是我给他买那外套。里头，你没注意吧？反正东哥现在每一套内搭都特别显眼，还有鞋，每一双都特别扎眼。还学会孔雀开屏了？哎呀，你这是话说那么难听。人家麦冬本来长得就精神，现在更会打扮了而已。以前都是我打扮他。你不在还管这么宽？何鸟鸟，写你的作业去。妈，咱不会刺激过度吧？不会，你姐平时太炸了，对人家麦冬总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，让他踢踢铁板也不是坏事。
啥呀这是？王西夏，你之前为了让陈白东理我，不是给我出过一馊主意吗？馊主意多了，哪个呀？也就那个，咱们之前跟前同事一起吃饭，拍了张照片，你说我眼神娇媚，就是露个恰到好处的那张，对吧？啊，对，就那个，你发条朋友圈，仅陈白东一人可见，然后你再艾特他一下，看他给不给你回。你当时不是嫌我这主意不指松还漏吗？而且还要什么体面呀？陈麦东都快跑了！陈麦冬没回我，把小波浪了。我看你是浪没边了，陈麦冬。进来了，我现在还不能进你屋了。我洗澡呢，你先出去。我不，我今天必须跟你谈谈。我冷，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再谈。我昨天不冷，明知道我腿不好，还让我在你单位等到半夜。哪有半夜？我刚走就让冯学伦叫你去了。不是，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，冻感冒没人替我的班。麦冬，你是不是想把我换了，想找第二春了？我发现你这个人总是这样，什么话都随随便便说入口，根本不走心。我不走心，我这段时间天天解释月月道歉，太难哄了你。这就是问题，你总是把我当小孩哄，花样百出，却看不到一丝你的诚意。陈麦冬，我不会了，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，那你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啊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不是你要空间的客户，所以你不需要把哄我当成你的任务。我希望你仔细的想清楚，好好的想清楚，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你更开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王西夏，我头一回心里没底了，这麦冬好像真的不喜欢我了。
万一他这回真的想跟我分手怎么办呀？我一会儿还要去镇政府唱演讲呢，可我现在想哭。糊涂啊你！人陈麦冬多轴一人啊，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人，那能像水龙头似的说关就关了？那他轴，那比他就更轴一点吗？哎，你想啊，刚刚销售那会儿，你吃了客户多少白眼儿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跑人客户门口堵着啊，你被那宠物狗尿了一身，你都不记得了？你还抱着那行李睡在那康朗街睡了一周多呢，你也不记得了是不是？你以前在上海混吃方穷的。怎么就到了南平就开始梨花带雨了？没叫人都骂我。钟姐，咱们迎难而上嘛，听见没有？那我知道你说的对。哎呀，再力不从心也得打起精神来，至少能把没抢我的戒指。我希望你仔细的想清楚，好好的想清楚，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你更开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明白了。从始至终我们的表达方式就很不一样，你经常会觉得我很儿戏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改。毕竟我也习惯了这十几年来把难过的话笑着说。但我现在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，我喜欢你的心意，想要跟你订婚的诚意没有一秒钟是假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想要炫耀的战利品。我是真的需要你，后半辈子我就是非你不可，再难也得是你。但我也明白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要是真的对我厌了，或者对我不是曾经那心思，你不妨直接告诉我。好，既然你都这么问了，那我就坦白。你语气不对，我先不听了。对你未来的老公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尽管提。我想楼上搞间书房。就这么点要求？因为你足够好了，想要更多都是贪心。你呢？对我有什么要求？没有，只要是你，一切都好。都办完了，就剩你了，走吧。我是汗出的啊！真办完了啊？那么快？老崔，怎么了？忙教官。我这怎么突然？怎么突然？突然有点。有点纠结了呢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这儿离我办公室更近，而且你看庄姐她总让人不省心。哎，儿子，你得谈谈嘛。不谈。你听我一句啊，
陈麦冬啊，扛不了多久了。到时候人俩一和好，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跟着你崔大夫混啊！哎呦！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我们中国生命健康产业的潜力是巨大的。我们打造这个平台，试图建立一支涵盖材料、医学、机械工程等多学科交叉互补的团队，最终目的是为了提供多层次的医疗健康服务。这和我们镇上医旅先行区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。镇长，哎，各位，我这次毛遂自荐，进门就提案，是不是冒昧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是我们要向你学习的地方太多了。不要当我是什么专业人才，只把我看作南平的一份子就好了。之前有个人狠狠教训过我，他说我十几岁才来南平，对家乡的感情不深，好多承诺都是满嘴跑火车。说这句话的人就是陈麦冬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对。之前我帮杨沟村卖山药，确实是更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但现在，我想为家乡尽一份绵薄之力，完全是发自本心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陈麦冬。他这个人，人如其名，看似是株杂草，却具备药用价值，既能野蛮生长，也能润肺清心。我很庆幸能在这个年纪遇到陈麦冬，因为我已经走过一些路，看过一些人，试过一些错，所以我更能真正的明白，广阔的天地不仅仅是地域，更是充盈的内心。我想为家乡的医旅先行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，这会让我觉得更贴近我爱的人，不论是物理距离还是人生价值。看我们小杰，我继续给各位阐述一下我的方案吧。对，就算错过一整片夕阳，你的目照四方，夜风中的微凉，夏日的松香，还闻得到那芬芳。细雨里的日光，小巷的中央，忽然都失去重量。你是来送我的吗？嗯，送你。之前不肯听我把话说完，只能在这儿说了。陈麦冬，对不起。我这段时间做了很多规划书，但还是没能规划好我们的未来。
这本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那你上次跟我发了那么大的脾气，庄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你要回上海，而是你选择跟我订婚，却没有把我当成伴侣。当时我以为你以为是为了我好，为了我们好，但你有没有发现你总是在自己做决定，对我缺乏信任。的确是我自以为了。我欣赏你的聪明、独立、有主见，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，在面对我们关系变化的时候，你会本能的恐惧，你怕未来只剩下我们，而我就会逐渐消失。好像是这样。庄姐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我的喜欢，但婚姻不能靠冲动和笑闹来维系，更不能只有战略没有战术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不是在冷暴力，而是希望你们看清自己，不要因为任何压力让未来的自己后悔。回上海吧，接下来的每天每天该怎么规划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没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可我为什么那么愧疚？女孩想要同时拥有爱情和事业本来就很艰难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陈麦冬，你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说要学会爱，而不是等待被爱？你现在已经比我做得好1000倍了。你教会了我爱情，接下来就让我们都学着去爱吧。不要再投喂我了，都已经胖了4斤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王西下伴奏以后总是不知道吃什么，那就隔空跟我一起吃。亲爱的冬，本想和你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张红旭，本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，彼此温暖。真够肉麻的。这儿了，开一个。陈麦冬，我刚结束了一个巨长的会，估计啊，我今天说的话比你一年说的都多。越到傍晚就越想念南平。电动车哪儿都能去，吃碗面不到10块钱。最重要的是那里有你。
如果我不是做这行，我也未必会留在南平。人们常说来日方长，未来可期，待生命来来往往，来日并不方长。你呀，在哪待着就珍惜哪，听到没？陈麦冬，我爱你，只爱你。陈麦冬，我爱你，只爱你。陈麦冬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下次碰面是什么时候啊？喂，宁宁，我今天没办法辅导你了，我人在上海，给毕业大赛当评委。对，也打算给你姐一个惊喜。那你不许告密啊！哎，陈哥，您肯定是本地的吧？我看人可准了，你能听出我有口音吗？没有吧？我东北的，年纪不大呀就离家了。前些年我可待过不少地方了，可我就是喜欢上海，根本不属国外。只要不开车，我就到处转去啊。那豫园、陆家嘴、城隍庙，在你们毕业之前，还有更多观摩和实践的机会。如果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还是决心留在殡仪这行，我希望你们记得，我们越坦诚，家属反而越心安。你说人这一辈子，他经不起细琢磨，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。师傅，等一下。对我来说，离别无外乎两种，生离或是死别。曾经我以为世间最难熬的是死别，可是当我在几分钟内把一场生离变成了死别，我忽然意识到生离也许才是更可怕的事。所以庄姐，我不想再强撑了，现在的我不希望你以任何的形式从我的世界消失。你没事吧？你开大车，我开小车，咱俩谁容易啊？你可得小心。师傅，我没事儿，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后来家里伤了，现在小了。哎，我明白，明白。哎呦妈，人这辈子呀，是真经不起细琢磨呀。你是真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呀？去车站。哎，啊，
现在马上去车站，谢谢。行行，要不然先接个电话，地质镇呢。你找我？张琴，你在哪儿？正要回南平去找你。丹州，我是说，在上海站丹州。我就是专门来找你的。那也很巧，这么多人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哪儿不重要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世界只分为有你的地方和没有你的地方。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我的家。我懂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说每天，只论分秒。我在殡仪大赛做评委时，常用来收尾的一段话是从书上看到的。很多人认为的开悟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地面对死亡，但其实真正的开悟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地活着。
妈，妈，姐，喝能鸟。回来了，大门没锁吗？锁了吧，嗓子是不是成精了？他能有那能耐？我一直给他留着门呢。费粮了，哎，这要不要给人鹅厂还回去啊？哎呀，鹅厂家大业大，还差这一只吗？强拆私鱼是不道德的。哎呀，塞什么屁呀、啊！要不然咱给人打个电话，或者是掏点钱买下来。要不要是鹅厂的事儿，但是默认人家是冤大头，那就是咱们不道德了。来，你们看看这个。哎。庄严这衣服适合给三儿子对象做个窝。妈妈，你真好，你真是世界上最最最好的妈妈。你起来，不是你气我的事。还有你，我告诉你，嘴再甜，作文一篇也不能少。不少不少。哎呀，你跟这也起什么哄啊？妈妈，家人之间也需要拥抱和表达的嘛。嗯。鹅都能失而复得，一切的事都会好起来的，知道吗？嗯。